大芬这个热土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。油画是一个舶来品，它把一个舶来品能够做到就是世界都不能忽视。1999年底嘛，就认识一个美国的一个客户，一个客户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就下订单，他第一次下个20张，或者是50幅，第三次又是200幅，第四次又是400幅。打开门进去的时候，很激动的。哇，心频频的跳，我说哇，终于看到梵高的真那些真迹了。一进去看，哇，全部都是梵高的画，这些画我都画过无数遍的一些东西，一些画作品，我在这里终于看到了。